三、二、一，震撼吗？这是四月十五号的北京城，这是四月十六号我的车。我感觉这个比昨天那个沙尘暴还震撼。你看，上面都不是尘土了，而是泥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昨天刮沙尘暴的时候，北京同时还下了一场雨，所以沙子配上水就变成了活泥。我开玩笑讲，我说昨天北京这场沙尘暴里面是勾芡了吗？真的是太让人崩溃了，我的天啊。其实北京这几年很少发生沙尘暴，但是就巧了，我真的是前两天刚回北京，转眼北京就刮了这场沙尘暴。我的天哪，你看看这挡风玻璃几乎就看不见外面了，真是让人崩溃啊。我靠，这个车现在真是绝了，太脏了。就是我印象中我的车从来没有这么脏过，连我都受不了了。你知道我这个人其实对车的这个脏的忍受程度是很高的，我曾经最高记录是一年只洗过两次车，然后一次是因为去4S 店做保养，然后不洗白不洗，然后还有一次是因为有一只鸟他拉肚子了，然后他在经过我这个车的时候，就是从车的后备箱一直拉到了前面了，就是一排你知道吗，然后就没有办法，所以我才去洗车。结果今天这个我真的是受不了了，我决定我待会儿要去亲自去洗一洗这车，太脏了，我的天呀。欢迎来到 Suki 的洗车小店，纯手动洗车，每次只需50元。怎么样，你觉得我这生意能干下去吗？Thank you.